幼儿情绪管理互动游戏书《坏脾气请走开》，内涵丰富的互动机关，翻翻、转盘、拉页、滑钮，趣味十足，把知识和道理玩出来。书中详细列举了快乐、难过、发脾气、恐惧等常见的情绪状态，生动描绘了孩子生活中的真实事例，如害怕打针、不肯分享玩具、不让看动画片等等，代入感十足，帮助幼儿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，促进情商发展，学习做情绪的主人。纸板厚实耐翻，不易磨损，圆角切割不伤手，大开本装帧，制作精良。控制脾气不用教，孩子一玩就知道。